刚刚我介绍的人以外，在这里还有想为大家介绍一下跟我一起在台上为大家表演的朋友。先从我们的音乐开始，我们的音乐总监吴青龙老师带领的31人大乐队，在这边是我们的鼓手、我们的贝斯手跟我们两位吉他手跟吴青龙老师，谢谢。在这边是我们4位合音朋友跟我们的 programmer Gary， 谢谢。王总，您不站这边吗？在这里是我们16位非常优秀、英俊、美丽的学院老师，真的，谢谢你们，谢谢。在这边除了刚刚为大家介绍的3位负责吹奏部分的朋友，还有我们的 second keyboard James 跟我们的 percussion David， 谢谢。他觉得我跳舞还可以吗？只是可以吗？如果大家觉得我跳得还不错的话，请以热烈的掌声给我们跟我一起在台上表演的24位舞蹈员 Dancers， thank you。 还有6位来自龙星演艺负责跳男童动作的朋友大家看见在你们前面翻啊跳啊那几个，就是他们非常给力的演出，在这里谢谢他们， thank you。 我想今天除了看见我们在台上表演的一些成员以外，我想大家应该不会忘记我们非常漂亮的灯光，有没有？有。在这里谢谢我们的工程总监李光海先生带领的苏强、阿迪、阿坤、阿坚老爷负责我们今天的灯光、雷射、小灯泡以及大家手上的荧光棒。在这里谢谢我们的音响关明基先生、黄英雄先生跟他们团队负责我们全场的音响，谢谢。谢谢我们的监制刘洪基先生、我们的导演 Pony 以及他们带领的整个制作团队， thank you， 谢谢。辛苦了。除了刚刚我为大家介绍的朋友以外，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朋友，还有我们的发型啊、我们的化妆啊、我们的服装啊，这个台上大家看到的机关啊，然后台上每一块LED 大家看到的那些画面，其实都有很多朋友为我们在工作控制，才能完成我们今天这个演唱会。在这里，我想在这里借大家掌声一次，谢谢所有在我身边工作的每一位朋友，以及我们整个团队的每一位工作人员，大家辛苦了，谢谢。能够以跟香港一样的这个舞台、一样的表演方式在国外，比如说在英国这里表演，是我30年来第一次可以做得到的事情。对我来讲是一个梦今天算是梦想成真了。真的不知道下次是什么时候可以再回来跟大家见面，可是有了今天，可以说在我自己的音乐的历程上面，就加添了一个非常有彩色的一天一夜。在这里谢谢今天所有到场的每一位朋友，谢谢你们的支持，让我们今天演唱会可以真的出现在伦敦这里，真的以这样的一个舞台、这样的阵容跟香港一样的表演带来国外跟大家见面。我希望以后我们香港的歌手有更多更多的朋友可以以同样的方式把香港的音乐带来给
大家欣赏，谢谢你们的支持，我们会继续努力的，谢谢你们，谢谢。无可否认，唱了34年，脸上的皱纹是增加很多，胡子也变白了很多。这个是我无法去避免的，也无法去对抗的东西。可是，我想告诉大家，这个年龄是没办法阻止我再进步的。我会继续努力向前，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可以带一个更棒的表演来到伦敦跟大家见面。大家保重，等我下次来可以再见到你们，好不好？谢谢你们，谢谢。好了，我要讲的话讲完。刚刚已经预先告诉大家，其实我们今天只有两段讲话时间，这段讲话时间到这里也结束了，然后接下来我就唱歌了。接下来我会先为大家带来两首歌，然后我会下去换衣服，让我听到大家非常热烈的掌声。没错，这个是热烈的掌声，我要的是非常热烈的掌声。没错，就是这个。当我下去以后，听到这个掌声、这个声音以后，我们下面有一个分贝测，再插上鼓一点。只要你们喊得够大声，音乐就会响起，我就会站上来，好不好？谢谢你们，更好的有大家大家一个 Happy Welcome， 谢谢。